谈恋爱吗？我们大家最为常见的就是两个人甜甜蜜蜜的，经常腻歪在一起。不能天天见面的话，就视频电话不断，小情话说到肉麻，一有时间就想着出去玩，或者去哪里旅游增进感情等。希望能够创造多一点的机会来相处和深入了解对方，为以后的结婚做准备。那么还有一小部分人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对待恋爱的态度是不走寻常路的，要么是两个人明明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但是在别人看来，他们连普通朋友都不如，因为平时联系得太少了，都是各玩各的，要么就是男女角色对调，比如女生霸气，男生像个小媳妇，也许是他们的脑回路比较清奇，也不喜欢按常理出牌。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比较特别，简直就是情侣中的一股清流，让人目瞪口呆。最后一个是什么骚操作？情侣之间这样相处，而且还很和谐，也是第一次见了，可谓大开眼界。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觉得以上情侣之间这样相处很匪夷所思，要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话，绝对是不能接受这样子谈恋爱的。虽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恋爱的幻想，但是基本上都是走温馨甜蜜的路线的，很少会有人谈恋爱的时候希望两个人的关系只是清淡如水的，或者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情侣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谈恋爱只要两个人都能接受这种相处模式就可以了，毕竟什么锅配什么盖，合适的就是最好的，不需要勉强别人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生活终究还是自己过，只要两个人能舒舒服服的在一起，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。